有被刘震云老师的话开解到。我不给人提供人生指导，我又不开任何的灵丹妙药，但是的话，我只是相信一点的话呢，我觉着笨人做事能做到更长远，知道自己笨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知道自己聪明是世界上最笨的。做个聪明的笨人，去顺应自己的节奏生长，就像我们村的麦子一样，一步步抽穗扬花，顺应四季的节奏成熟，不用为了追随别人而扰乱自己的步伐。